第二节拿下15分的简佑哲上篮被拨掉，没有噪音。卢俊祥地板球送进去了，海豹制造机 Devin Robinson No Noise。 哇，这双腿太会跳了，你看他的弹速啊，瞬间蹦起来，防守权是直接完全没有任何机会去做防守了。目前的高潮是完全属于领航员的，这球也是传的非常隐蔽的一个地板球给到 Robinson， 刚刚 Liggins 是完全直接放弃这次的防守啊，因为真的没办法啊。哦，这个吹，这个起跳的高度真的非常高。哇，今天换了新的发型了，